的梦还多两个，笑一笑，有没有闻到一股怪味道？好难闻呐！哎，好像是霉菌发酵了的味道。哎，怎么这个味道还有点熟悉？伟大的国王，你想想就说这个味道熟悉吗？不知道。太感谢丫丫了，这回不知道又有袜子穿喽。哎呀呀，受不了不知道了。哎呀呀，现在宣布小精灵禁止打嗝，如果谁再打嗝就要吃脚趾头瓜。什么？脚趾头瓜就是精灵国最恐怖的那个蔬菜？对，就是吃了以后脚心会奇痒无比的脚趾头瓜。太可怕了，那要是小一笑和哎呀呀也……哎呀呀，才不会做那么没有礼貌的事儿。不知道。假惺惺同学你好。干嘛？哦，为了感谢你对我这段时间的监督，我给你带来了这个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嘎嘣豆，可好吃了，快尝尝。
有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嘛。你也是，你这事我特地为了感谢你来。感谢我的呀？那咱们就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吃豆，不赢。我的意思呀，是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老师说了，有好东西要一起分享，你不吃我就不吃。那好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你赢了，知道？你耍赖！哟，有耍赖被赢的，还有耍赖被输的吗？该不会是这豆有问题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吃就吃，谁摆台？石头剪刀布，你赢了，再来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你说你可乐，你又赢了。可乐，你真厉害，这么一大袋豆都快被你给吃完了。可乐，你是不舒服吗？再来。哟，弟弟，干嘛呢？这是什么？我看看。还挺香。别什么别啊！你哥吃点东西你就舍不得了？行了。剩下的都归我了啊，走了。哎，这可不怪我啊，可乐，走喽。这回真是喷天上去了。谁让你抢假惺惺的豆子？哎呀，我哪知道那是你为了给人家梦梦报仇，故意给假惺惺吃到他放屁的呀！我告诉你，梦梦现在在班里还抬不起头呢。哎呀，你管他干嘛呀？现在你哥我已经抬不起头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采取措施。不能在洋洋面前再丢人了，想个办法。你还吃？这个不错。先等等看吧。呼噜呼噜呼噜呼，还是这里的空气比较新鲜。哎呀，再也不想闻到不知道的味道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光顾跟不知道吵架，都忘记喝水了。哎呀，的皮肤好干呀。感觉好一点了，半天没什么动静了哈。我来试试。你走走。哎呀，走走。蹦一蹦。哦，还蹦一蹦。哎，哎，好像有点作用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，这就行了。哎，完蛋了。怎么了？哎呀呀，喝了这个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一会儿洋洋就来了啊。哎呀呀，不能回去，小精灵打嗝要吃脚趾头瓜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你就变大吧。哎呀呀，打嗝不能见洋洋，那怎么办啊？来了。哎来了啊，藏好。洋洋，让你久等了啊。你怎
么看着脸色不大好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肚子不舒服，你知道。来来来，里边坐里边坐，里边坐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明天再来吧。那个网页设计的作业可以后天交。明天还来呀、啊？就屋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啊，雅香姐姐。杨姐姐，是我弟弟。你们俩这都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坐，啊，坐，不好意思，肚子不舒服。哎，不是那边，小孩，是我，是他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杨洋，不好意思。你们俩多喝点温水，注意休息，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杨洋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呀，你看杨洋，多体贴，多温柔，真的太让我感动了。都怪那个假惺惺，怎么走着瞧？气死我了！哥，这能行吗？肯定能行。我这汤里啊放了两根大萝卜，到时候假惺惺喝了，他就不是喷天上去，他是崩天上去。你们又想干什么？嗨，我们什么也不想干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怎么没见过这人啊？哦。可能是我眼花，我看错了，我眼花了。哎，窗面怎么晃？地震了？可能眼睛花了吧，你眼睛花了。行，喝点汤补我啊。对，这汤补眼睛。对，补眼睛。哦，今天汤补眼睛啊。那可凡哥哥最应该喝了。我也喝。哎呀，这汤里怎么有夸张东西啊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哦，我喝成汤了就啊。这小孩的意思啊，是我刚才也盛汤，我盛汤的时候我还想盛出点什么好吃的呢，结果这汤里什么也没有。哦，真的呀？那咱们换一下吧。哎，不是，买好像有块萝卜。不，小凡哥哥你也喝啊？我也喝。哥，哎，我喝了。看，我都喝完了。我也都喝完了。今天汤味道不错，先走了。你我哥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也忍得住啊。阿可凡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我那个。哎呀呀！什么味道啊？我这太过分了。不。人之常情嘛，可以理解。一会儿你回教室找一下我。可乐，看着点你哥哥，别让他乱喝东西了。哦，没问题。杨洋真体贴啊。哥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人了吧？哎呀，舒服了。对不起。哎呀呀！都怪不知道，把哎呀呀都熏跑了。可是不知道已经不敢打嗝了。哎呀呀，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。哎呀呀，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啊，太可怕了，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别睡了。那，哎呀呀，要是没遇到危险，哎呀呀，为什么不回家呀？不是丫丫了，这又是哎呀呀！哎呀呀，出来吧，小精灵不会责怪哎呀呀的。哎呀呀，不出来。哎呀呀，不想吃脚趾头瓜。没有人让哎呀呀吃脚趾头瓜。可是，哎呀呀，打嗝了。没有人怪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出来吧，
小精灵不会惩罚哎呀呀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笑笑，笑笑以葫芦国王的名义发誓。嗯。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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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回来啦？不知道。哎呀呀！现在知道，不知道打嗝也不是故意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知道可以随便打嗝，而且还不用吃脚趾的光。哎呀呀，错了！哎呀呀，不应该惩罚不知道。哎呦，可憋死不知道了。不知道。冲啊！哎呀呀！嘿，打头。呀，哎呀呀，真远。看不知道的。好苦啊！哎呦！哎，笑笑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呼噜国的游戏，伟大的噼啪噗，这不就是放屁吗？人类管它叫放屁，在精灵国的国度管它叫噼啪噗。人类不喜欢放屁，但小精灵喜欢噼啪噗。没错，在精灵国的国度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噼啪噗大赛，而且谁得了冠军，将会成为大家的偶像。笑一笑研制了噼啪噗的药水，治好了 AI 的打嗝，还让 AI 呀成了噼啪噗的歌手。看来 AI 呀要成为大家的偶像喽。那 AI 呀要为偶像准备的礼物。爸爸库卡，妈妈露拉，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是说有会让人放屁的药水？哦，不不不不，不是放屁，是噼啪噗。笑一笑刚好配置完一瓶噼啪噗药水。太好了，借我用一下。想法了？坏想法，我那是伸张正义，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嗯，这一回可是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假惺惺，你破坏教室秩序，我去告老师。这个都是他欺负你弄的话啊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你忘了他笑话你了？正是因为我被笑话过，才知道被笑话的滋味。可乐，这次是你太过分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去劝劝他吧。大猩猩，都起来吧，大猩猩。不要！可乐，你想想办法呀。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有吗？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快来看最好玩最新的游戏——伟大的噼啪噗！噼啪噗！哇，好厉害的屁呀、啊！不是屁，是伟大的噼啪噗。小王子，跟我来！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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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星星，你快起来吧！噼啪噗很厉害，没人再会嘲笑你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梦梦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对不起了。没事，走，我们一起玩。好，走吧。现在以国王的名义宣布，伟大的噼啪噗比赛现在开始。
勇士们做好准备。噼啪扑比赛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噼啪扑。他的国王可凡、啊，这就是琵琶扑的偶像啊！可凡怎么会这么厉害的琵琶扑？可凡有什么秘诀？可凡会告诉小一小。是什么秘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跟洋洋说着说着话，一个屁就喷天上去了，然后就到这儿了。没有什么秘诀呀、啊，秘诀啊，秘诀就是这个啊。后卫他的国王、啊、也给不知道吃点儿。什么呀？给伟大的琵琶部冠军，可凡真棒，啊哈，丫更棒，棒，棒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洋洋，洋洋，我刚才喷到了天上去，你都没有嫌弃我，我真的是太感动了。这束花，就送给你了，我的偶像。谢谢。哎呀。